总统兼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到庙口夜市扫街拜票，为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立功高喊动算。马英九连续第三天特地到基隆陪谢立功扫街拜票，除了和摊商以及民众握手致意之外，也特地到庙口奠祭公参拜，祈求神明保佑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谢立功当选市长。民众更是争相和马英九以及谢立功拍照，摊商也请马总统吃红豆饼，以及为地瓜拔丝等店家签名。马英九也不断推荐票投谢立功当选市长，为基隆建设。谢立功特别感谢马总统连续三天到基隆为他辅选加油，为他的选情一直加分，一定会逆转胜，赢得胜选。可以看得出来总统的魅力，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好朋友都高呼一定要支持一号谢立功，所以我想总统来对我的选情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至于无党籍市长候选人黄锦泰开始绝食抗议，谢立功强调选举有很多方式，也请他们兄弟两人保重身体。选举方式有很多，我呼吁他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我想这样的方式争取同情等等，我想这个很多选民都看多了，我相信最后选民还是会投给让基隆市有大进步、大建设、大发展的谢立功。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。